看人先看脸，一眼之年龄，皮肤状态的好差，决定了你在别人眼里的年龄。为什么都是中年同龄人？有些人看起来像二三十岁，面色红润细腻，有些人却像退休老人，满脸皱纹似沟壑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些人特别显老？其实皮肤衰老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的过程，皮肤衰老是水分丢失、弹性下降、黑色素增多引起的，而胶原蛋白是肌肤保持年轻活力的源泉，它占皮肤总成分的 70%， 其弹力纤维就像一张弹力网，可以保证肌肤弹性，又有极强的亲水机，能有效锁住水分及玻尿酸，达到天然保湿的功效，而且它能抑制了氨酸转换成黑色素和美白肌肤。更重要的是，小分子胶原蛋白，尤其是胶原蛋白，它能渗入肌肤底层，更新肌肤，明显改善痤疮、疤痕、皱纹等，全面改善肌肤状态。但女性由于月经、生育等生理因素，胶原蛋白的流失量是男人的 2.5 倍，也就是说女性要维持肌肤年轻态，需要补充更多的胶原蛋白。对皮肤来说，胶原蛋白就像支架支撑着皮肤，决定了皮肤的弹性、紧致度、饱满度、含水量、修复程度等。但20岁以后，胶原蛋白会大量流失，胶原蛋白流失突14岁前，肌肤中的胶原蛋白含量最高为 80%， 此时肤色嫩白颜如雨。但之后胶原蛋白开始流失，20到25岁胶原蛋白开始大量流失，只剩下 60%， 皮肤出现瑕疵，第一次有色斑，眼袋出现，脸部两颊出现毛细孔，眼下部出现第一条细纹。25到45岁胶原蛋白仅剩 40%， 逐渐出现衰老迹象，肤质开始变得松弛下垂，上眼睑明显凹陷。45岁以后胶原蛋白以每年 1% 的速度加速流失，明显衰老，嘴角两侧等出现皱纹，甚至长出老年斑。43岁的水谷牙会因此，很多明星都离不开胶原蛋白，如范冰冰曾爆料把胶原蛋白当水喝，大 S 感叹女明星离开胶原蛋白一天也活不下去。电视剧《绝望主妇》女主角海静儿使用胶原蛋白5年，42岁的她保持少女般的容颜。日本的不老女神张庭萱扁水谷雅子更是青睐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好比是支撑起一栋大楼的钢筋混凝土，如果钢筋混凝土不够或流失太多了，大楼就会倒塌，也就是说胶原蛋白不足会引起全身症状，一头发枯死，指甲断裂，胶原蛋白决定着头发的粗细、弹性和湿润温度，如果受到高温等刺激会加速胶原蛋白的分解，导致头发干枯分叉，失去光泽，掉落，甚至连指甲也会变得灰暗无光泽。一断裂，二血管硬化，胶原蛋白就像一张细密的弹力网，它能增强血管壁的弹性，保持血流畅通，也能防止血管刷色破裂。中老年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，与胶原蛋白的缺乏也有很大关系。三、胸部下垂胶原蛋白是乳房结缔组织的主要成分，它是保证挺拔曲线的物质基础，一旦乳房的胶原蛋白流失过多，就会出现胸部下垂、乳房松弛、乳房不对称等现象。四、骨质疏松关节病变，很多中老年人都会自觉补钙，但骨质疏松关节疼痛的发病率依旧居高不下，主要是因为胶原蛋白不足、钙流失严重引起的。骨骼有机物中 80% 是胶原蛋白，骨骼生成是必须由充足的胶原蛋白纤维组成框架，才能促进体内的钙质与骨细胞结合，增进骨骼的生长与再生能力，从而预防骨质疏松。而胶原蛋白的多少又直接决定了骨骼的韧性和弹性，还能增加关节之间的润滑度，改善关节病症。目前日本、美国、澳洲等发达国家早已意识到20岁后要补充胶原蛋白补充剂以延缓衰老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。
但为什么有些人补充胶原蛋白达不到理想效果？一、胶原蛋白不能只靠食补，很多人认为鸡爪、猪蹄、猪皮等能补充胶原蛋白，其实并不靠谱。首先，食物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其实很少，而且它的胶原蛋白分子比较大，人体的利用率不足 5%。 其次，这些肉食中含有大量脂肪，吃多了反而增加肥胖、心脑血管疾病等风险。另外，银耳、桃胶等只有多糖类物质，没有胶原蛋白，而优质胶原蛋白粉更有效，市面上的胶原蛋白产品层出不穷，很多都宣称改善气色、美肤养颜，却鲜少提及分子量。事实上，普通的胶原蛋白产品中的成分都未达分子胶原蛋白，也是不溶性的，所以不易被人体吸收，这也是很多人吃了却没有效果的原因之一。但优质的胶原蛋白粉都以小分子胶原蛋白肽为主要原料，它是胶原蛋白精分解、提炼又升华的活性物质，不需要消化就能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，见效快，且适用人群非常广。但胶原蛋白肽也有优劣之分，深海鱼的结构与人体最接近，吸收利用率可高达 90%， 而且鱼鳞独有的保湿抗氧化因子，在改善水油平衡、修复受损肌肤、延缓衰老等方面更胜一筹，还能抑制炎症因子，减少色斑、老年斑等。九党集团胶原蛋白质粉固体饮料，九党集团原三九生物依托中国大型中药集三 B 以制药标准、优选天然原料、透明生产过程，严苛打造健康产品，建立了全面的营养品体系，以无污染深海鳕鱼原料采用无污染的深海鳕鱼鱼鳞，经过多道程度提取出小分子胶原蛋白肽及多种植物精华，高纯度、高活性，修复能力更强，二分子量小，直接吸收其分子量为1000道尔顿，相当于普通胶原蛋白量的1/300，低分子胶原蛋白的1/3，无需消化，可被人体主动直接吸收，并作用于整个机体。三、多种营养内外兼修，除了深海鳕鱼鱼鳞蛋白肽，还添加了特选大豆分离蛋白，以促进组织的更新、修补、损伤、老化的机体。二、氧化硅不仅能促进机体自身合成胶原蛋白，还能稳固组织结构，生物医学实践也证明它能增强血管的弹力纤维，抗动脉粥样硬化，也能防止皮肤老化、干燥、皱纹增多。磷酸酸钙普遍存在于人体骨骼中，促进骨骼修复，也能强化食物中钙的摄入，防止骨质疏松等症。九党集团胶原蛋白质粉固体饮料限时狂欢价，最低至114罐，补充胶原蛋白，全面改善肌肤，延缓衰老年轻态。点击下图立即购买，狂欢价更多惊喜，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。监制：曹怡杰，主编：魏杰平责编：梁静贤。